你拉点绳子，俺让你停你就停，然后再把绳子固定住。行，俺知道了。来，俺先下去试试啊。行，那您小心点，二哥。拉好了啊，没问题。 水生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哥俩这次又立功了，给你们记个大功。水生，这回我是真的佩服你们俩呀。要是多上去几个人，这松动的石头都能捅下来。哎呀，水生，这个办法虽然是可行啊，但是你们人掉在半空中，万一荡回来的时候碰见落石了，那可来不及躲呀。是啊，这还真是挺危险，一定得注意安全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孙副县长，俺们一定会小心点的。咱这红旗渠。 绝对不能让这太岁山给挡了。嗯。水莲，没事没事。呀，水莲，你咋下地了呢？俺没事儿。快去床上休息，朵妮儿，你不看着他点儿？ 是俺要求自己多下来多走动一下的。慢点慢点。没事的。念祖哥，俺啥时候能回工地啊？你看你，伤的这么重，你就别再想着回工地的事了吗？之前不是说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吗？啊，是。 俺这腿好不了了，是不？不是，能好。你都这么小心翼翼照顾俺了，俺早就知道了，俺这腿肯定好不了了。水莲，念祖哥，水莲姐非要出院，这咋办呀？ 你谁？念祖，怎么样了？水莲，林书记来了。书记，我来看看水莲。我来看她的时候，她已经能走几步路了。好，那咱们进去看看。好好，来。水莲，看，谁来看你了？水莲同志，受苦了啊。水莲同志，啥也别想，好好养伤，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回红旗渠呢。林书记，俺现在就想回工地。 哎呀，你能不能回工地，我可说了不算啊！医生在这儿呢，你问问他吧。病人既然主观意愿上想出院，其实也可以，但是到家之后一定要注意休息，避免劳累，加强营养。啊，没问题，俺就在厨房待着，俺不会劳累的。好，可以。那书记，俺就回工地了。那这个事情，你跟念祖你们商量决定吧。啊，挺好。 谢谢书记。水莲同志舍己救人这种伟大的精神呐，不能光给一个劳模这么简单。我觉得呀，要大力宣传一下，让人们知道他这种精神啊。行，回去我就安排。还有那个牺牲的九名同志，也要大力宣传。好，嗯。 这下你满意了，没休息几天就又要回去了。满意。你呀，哎，住院这些天看这些书啊。之前在工地的时候，只有晚上回去才能看，现在在医院了，就有时间多看看。哦，对了，我这有些问题，还想问问你。哟，这点是真没病啊，还那么认真好学。这块。啊，这是一个几何问题。
俺上次去平顺，俺爷俺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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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硝二黄三木炭。哎，对了，俺过去做过炸药啊。啥时候啊？哎，那说起来早了，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了。那个时候，刘邓大军就在这太行山里打游击，俺跟恁顾叔，俺还自己做的那个地雷，在这打过地雷战呢。那太好了，爹，俺们现在工地上正缺炸药呢，有你这技术，肯定能给咱学生帮上大忙。哎呀，就是这时间太长了，俺得想想啊。爹，你快点想，快点想。是这样吧？啊，俺先去看看恁妹妹啊。哎，爹，你别去了。不是，俺想恁妹妹。俺这才是正事儿。俺妹特别好啊，有俺给水旺在，你放心吧。啊，那，哎呀，俺把这东，那这样，那你把这东西，一定交到恁妹妹手里啊。就说，爹想她了。行行行啊啊，那俺现在就回去跟恁顾叔去商量商量。那中，那俺走了。爹啊啊，一定交到恁妹妹手里啊。爹，俺这是着急的事儿，你快点想啊！说俺想他了啊！啊啊啊！让我们欢迎达摩石群莲同志归队！啊！哎呀，别这样，俺都不好意思了。水莲同志，这个荣誉是你应得的。谢谢大家。风山兄弟，哎呀，风山兄弟，老石头啊，错，不错了。啥事儿啊？咱俩有活干了。啥活？自从大海走了以后，俺这门就没有人来进。现在啊，咱修渠的前线缺炸药，俺水生说了，过去俺造的那种土炸药管用，俺去找了技术员，人家也说中，这不俺来找你了。找俺干啥？他制造土炸药是你的本事啊。哎呀，就算是俺的本事，俺不是也得找个打下手的呗。哎，水旺，水生呢？他刚下工，在棚里呢。那我进去看看他，你们小心啊。行。别挡了，我都看到了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你说你，这么多水泡，你为什么还要上工呢？这点水泡不碍事儿啊，挑了就好了。你得包扎，万一感染了怎么办？俺这皮糙肉厚的，感染不了。你说你，你不心疼你自己，我心疼你呀、啊？你不好好对待你自己的身子，你就是跟我过不去。你这话的意思，你关心啊？要不然呢？那你喜欢俺吗？我大老远的过来找你，从家里把你送到太岁山，你这都看不出来？俺也是。是什么呀？俺也喜欢你。真的？
真的。我说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哦哦哦，不是那啥。傻子。翠儿。躺下。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有点疼啊，忍着点。啊！疼吗？刮风了，得赶紧把我哥拉上来呀、啊！来，别拉啊！俺这就快好了。哥，刮风了，你得赶紧上来呀、啊！这是山顶，肯定风大呀！别拉俺了，俺干一会儿就好了。那你再小心点啊！那拉其他人了。好，走，快。回来呀、啊！对，就是因为要下雨，所以马上要山顶滑坡，赶紧撤到安全的地方去啊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水帘了吗？没看见，没看见。水帘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俺这资料落了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管这些资料干什么？平时那么聪明，这个时候犯什么傻？啊？咋了？没事。你的腿咋了？快快快，我背着你，快上来。绳子拉好了。水帘，
来，水旺，放，放着，放着，放。水生，水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还能干，还没死。安全了，我一直陪在你身边。谢谢护士。不客气。水莲，水莲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要起来是吗？嗯，哎，慢点慢点。安子，又进医院了。都怪俺不好，是俺瞎逞强了。哎呀，水莲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怪我，是我没照顾好你。今天工地上没出啥事儿吧？没出啥事儿。今天太岁山除险的时候。咋了？没怎么。没咋，没咋。俺哥呢？水莲，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，先别想这些事好不好？不是，你不告诉俺发生什么事，俺这心里更慌啊。秀芳，俺哥呢？好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哥今天出险的时候坠崖了。啊！但是他非常幸运，他掉进那个挂在树上了，被救援队救走了，现在在抢救呢。在抢救？那俺得去看看。你去了，你也只能是在门口站着呀。那俺也得在门口等着呀。秀芳，快奔啊！桑红姐，志莲，桑红姐，我可咋样？他刚刚从山上掉下来的时候，我都快吓死了。阿哥一定会没事的，阿哥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这段时间由我来照顾水深，你们该忙忙你们的，千万不要耽误进度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病人身上多处擦伤、挫伤，但好在没有伤到内脏，只要静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了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，不用客气，谢谢医生。这是怎么了？大伙怎么在这儿呢？红树书记，我们的工棚都被泥石流冲垮了。泥石流？对。严重吧？有没有人员伤亡？人员是都撤出来了，不过俺队长水生从山上掉下来了。水生掉下来了？人呢？送医院没有？在医院呢。这样，赶紧再检查一下，有人受伤，及时送到医院。好。大伙儿再坚持一下，我们马上给大家安排临时住所，好吧？好，辛苦了，抓紧落实啊！啊，嗯。你好，我地委于峰高。于副书记，红旗渠出大事了。什么？红旗渠今天发生滑坡，把最近刚修的渠全给埋里面了。人没事吧？都安全吗？吴念祖提前预估了，把工人都疏散了。啊，那就好。但是听说在山上出险的石水生掉下去了。童坤，你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？林杰呢？他人在哪儿呢？大夫，您知道石水生在哪个房间住吗？好像是在二楼。水莲，不好了，俺看到于副书记来了。于副书记，哥，他要是看见你在这儿的话，会不会又要停工啊？那可说不准。我看，八成是那个童坤知道了局长的事儿，跟于副书记汇报的。那现在咋办？桑红姐，你先推俺出去。好。
于副书记。你是水莲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俺就是在山上摔了一跤。水生在里面？水生也没事。于副书记，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事儿就把那工程给俺们停下来。你要是停下来的话，那俺们这些盼水的愿望可就破灭了。先不说这个了，带我去接水生。哎，闹闹。于副书记。于副书记。别动，水生，别动。怎么样？俺还能干。是俺出动了，还没有拉俺上去。俺还想再干一会儿。于副书记，千错万错，都是俺一个人的错。您可千万别责怪林书记。林书记，林书记，哎。林书记，于副书记，你也在呢。林杰，你这次又是知情不报。没有，我这工地上的事情太多了，我这刚处理完，就赶紧下来看看。我了解情况之后呢，我就准备向地委汇报。上次是水莲受伤了，这次水生又受伤了，你们怎么三天两头让工人受伤住院啊？都怪我，这都是我的责任，我负全部责任，愿意接受任何处罚。这次暂不处罚了，下不为例。谢谢于副书记，谢谢于副书记，谢谢于副书记。老石头，去吧，点点。我说你去点呢，这可是你的手艺。中不中都得你去点，风山，恁这腿脚利索，你等俺去点，俺还没跑回来不敢就炸趴下了。哎，这次你可承认了你这腿脚不如俺吧？啊，对，俺不如恁，快快快去点吧。中啊，俺替你去点去，点吧。哎，对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这老石头，啊。哎，快跑，风山！嘿，老石头，不够劲儿啊！你进进进，我看看。看来俺这锯末子放太多了，哼，药放少了，可不。下一回，俺多放点干牛粪来。嗯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我帮你。来啊！俺自个儿可以，念祖哥。就爱逞强。行了，水神哥你也看了，接下来你就好好的在这儿养病吧，哪儿都不许去了啊。行。那，你还来不？我就一直留下来陪你啊！真的，真的。山上，你是留冲垮了一部分营地，正翻修呢，我就留下来陪你。好。想吃啥？嗯，想吃。俺啥也不想吃。哎，哎，你咋了？念祖哥啊，你回工地吧。不是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可以陪着你了。你还是回工地吧，你帮俺把三红姐叫来呗。好。
我技术员。啊，水莲正叫你呢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水莲，怎么样？好点没？小红姐，啊，念祖哥他走了吗？他去哪儿啊？他不是说要在医院照顾你一段时间吗？俺让他回工地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让他回去啊？俺都残疾了，以后走路会一瘸一拐的。水莲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吴技术员他不是这种人。如果你们真心相爱的话，他当然不是这种人。俺就不想让他怜悯。怜悯？怎么会是怜悯呢？念祖哥他是个好人，以前俺对他再好，他心里都有回贞节。可自从俺受伤以后，他就对俺越来越好了。俺到现在才明白，他就是在怜悯俺，但俺不想要他的同情。水莲，你刚才说的，我在门口都听见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也可以告诉所有人，我不是同情你，也不是怜悯你，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就是想要照顾你。念祖哥，掌声！来来来啊！让我们欢迎青年突击队队长石水水同志归队。啊！还有啊，让我们再次欢迎石水莲同志再次归队。老师，咋不多住上一阵？没啥大事儿，俺回来工地还能干点活。你呀，真把自己当铁人啊！水生，那也悠着点啊。嗯，俺也这么觉得。都在医院躺那么久了，再不回来活动活动，这腿都要生锈了。水莲同志，我这一次可给你提要求了啊，一定不能再受伤了啊。好，好，赶紧休息吧。啊啊啊！慢点，慢点啊！来，慢点走。成了，成了！哎呀，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！之前呢，炸药是咱们的大难题，因为太贵了，咱们用不起。我记得之前的炸药呢，每公斤是1.6元，但是上疙瘩村的顾叔还有石老头，他们两个研制出了自己的炸药，也就是说呢。咱们自己的炸药成本是4.5元，我们投入同样的钱，可是得到的呢比原来多了3倍的炸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说一下，咱们太岁山的施工已接近尾声，这其中多亏了我们青年突击队组成的除险队，以石水生为代表的优秀青年，敢打敢拼，不畏艰辛。指挥部决定给他们表彰，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，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。好，这个功劳俺可不敢贪，这都是大家伙努力奋斗的结果。是这样啊，咱们呀也别报喜不报忧，后边面临一个难题就是石灰了，啊，石灰的烧制呢比较特殊，需要石灰窑，而且这石灰窑呢要随着咱们的移动，它也得跟着咱们搬。我记得当初咱们在平顺县内呢，用的是水泥。那是因为桑家妇女帮了咱们大忙，
所以这个石灰，我觉得是不是和水泥？林书记，俺明白了，俺再去找找桑红，看看有什么新法子。行，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好。李县长，孙副县长。水莲，其他人呢？都吃过了吗？大家还没来呢。哎，水莲，手里拿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技术股的同志每天上工之前托俺保管的，说就怕万一。我看看。唉，这上工前留下自己的随身物品，是一种悲壮，也是一种无奈啊。那也不能怕出事儿，就不修红旗渠吧。这修渠就和打仗一样，是打仗就会有牺牲，以后只能尽量避免牺牲。安全施工是第一位的，已经出了这么大的伤亡事故，一定要吸取教训。得想个法子，让大家伙从低落的情绪中走出来呀！哎，要不，咱们再开一个动员大会啊？动员大会没用，除了喊口号就是喊口号，得想一个切实有效的法子。哎，咱们一期工程快通水了，到时候大家一定会鼓舞的。孙副县长，通水还早着呢。哦。哎，大家伙思想不稳的原因呢？是因为太岁山工地的事故，所以啊，从这方面想法子。哎呀，哎，我倒是有个想法，咱们号召大伙儿向水莲同志学习，树立一个英雄榜样，以英雄的事迹来鼓舞大家，怎么样？林书记，这次事故发生在太岁山，我建议咱们就在太岁山再做一次大会战，争取尽快、尽早的完成太岁山这段工程。嗯，行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觉得水深这个人咋样啊？你是说石水生？啊！哎呀，这个小伙子办事毛毛躁躁的，还爱冲动。爹，你咋这么说呀？爹给你开个玩笑。哎呀，这个后生啊，有担当，有勇气，挺好的，啊！爹，我还想去。你这刚回来几天呢，又要去啊？爹，您是不知道，前阵子水深从上面掉下来有多惊险呢。红旗渠现在正在缺人，我觉得我是个临县人，我有义务去帮忙。又不是不让你去。你看把你急的，你这不是刚回来吗？
爹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。知道就行。不过就你一个人，那能帮多大忙啊？所以啊，我准备把原来是临县的人组织起来，组织成一个队伍，一起去临县帮忙修渠。哎呀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行，反正我也管不住你，去吧。林书记，我来了。哟，三红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您带了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我爹来了。爹。啊？爹。曾大叔。哎呦，林神老怎么来了啊？嗨，还不是我们家这个丫头，她对这个红旗渠啊特别上心。这回去之后老想着来帮忙，这不是我把以前咱们临县逃荒过去这乡亲们都叫上来了，欢迎欢迎。本来我爹啊他不想来的，我一想着他会做石灰，我就硬把他给拽来了。能帮点忙就帮点忙。好，欢迎欢迎。这里提前上劝拱吧。遇到岩石一定要放响炮。行，知道了。一定要控制好炸药量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让他们多放炸药。队长，刚才无技术员不是说放小炮吗？你咋放这么多炸药？放小炮不是净瞎耽误功夫吗？一次干完不好吗？走。这么大烟，你们人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这个烟雾量不对，爆炸效果也不对，是不是暗放多了？没有啊，我们都是按照你说的放的。你说。没有啊！今天停工，都别干了。你具体跟我说说。林书记，林书记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您还是让青年突击队接手爆破吧。怎么了？现在的工人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几个工人根本没啥爆破经验，爆破标准达不到我的要求。林书记，青年突击队请求出战。水川，把手放下，病还没好利索，你行吗你？早好了，你没问题。吹牛你！行，念祖，先别着急呢啊，这事儿就按你说的办。水川，哎，你自己一定要小心点。老孙，医护人员一定要跟得上。放心吧，俺现在去准备去。别着急，这石灰的事还没说完呢。我，林书记，石灰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你？你就安心在工地上，别操心了。那个行，就这么定了，分头准备，准备去吧。哎，好，注意安全啊，局长。放心吧。快快快，走走走，快点，后面快点。哎，这，走，这咋回事啊？哎，咋了，队长同志？水生，里边复杂着呢。怎么了？里边有落石。你们先撤吧，这里交给俺们青年突击队了。注意安全啊，放心吧。水生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放心吧，你就留在洞口，等着。兄弟们，进去，走走走走，好走。注意安全啊！兄弟们，开干！来来来来，指望你掌锤。这儿过来。
快撤出去！快撤出去！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快点！